云，你来了。他们说你来了，我来看看你。这次真的谢谢你啊，帮我做模特。客气什么呀？能当你林大设计师的模特儿，也是我的荣幸啊。哪儿的话呀？各位时尚界的嘉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精锐设计师大赛与以往完全不同，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性，所有的参赛选手和模特手机、电脑都要被没收。比赛当天，没收手机啊！如果选手有任何违规的行为，都将被取消资格，自动出局。我宣布，第一轮比赛的主题是我。相信各位参赛选手已经摩拳擦掌了，让我们紧张比赛，现在正式开始。